在飞扬，需要大家动起来。我们希望在人间善的脚步呢都不缺席，那我们期盼呢大爱永不止息。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居民无家可归，爱心砖块盖起一栋大爱屋，响应国际赈灾募心募爱活动热闹展开。中午用餐时间，32个摊位前挤满人潮，眼前这摊现做春卷500多份大热销。预计是说卖到4点啦，不晓得11点多就卖完了，现在又赶快去买皮，又赶快又在备料。我们刚才买了艾草糕，为什么特地想买？看起来还不错，就是手工的，然后觉得还不错。家人，然后鼓励我们来这边，他们有参加，对。担子面一开张，更是一碗接一碗。就觉得还不错，就来参加。我们本来就吃素啊。至少是好事。对对，所以就跟着来看看这样子。淘淘乐活泼有趣，吸引不同年龄层。桌上满满礼物，都是慈济篮球队家长的爱心。扶摇师兄他的号召力很够，就是比如说这个活动要做什么，他都会先带头做，所以我们都是受他的影响。这些木架跟那个吊吊吊的架子都是我们慈济的志工做的，自己做的，对。所以没有花到一丝半毛。对，没有花到，所有都是人家捐的。爱心无国界，一场圆游会，感受到台湾人丰沛温暖。大爱新闻消息姐李明华台北报道。